大家好，我叫余承瑞，我来自中国，我是一个 Automata 木机械装置的创作者。非常感谢国际木文化协会和世界木材日基金会的邀请，让我有机会参与今年的世界木材日 Automata 特别项目。作为一个木头材料的使用者和创作者，我太知道木材的好了。在生活中，我也是一个植物爱好者。我在工作室的后院里种植了许多浆果和树木。除了能够吃到美味的果实以外，种植植物也能美化环境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在生长的过程中能够吸收碳、固化碳，产生氧气。合理的种植对的树种在合适的地方，不仅能够增加碳汇，对地球的环境和气候做出贡献，并且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发展。这也是这次创作中我的灵感来源。我简单记录了整个创作的过程，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。对了，在创作中过程里，我养了一只小狗，它还没有取好名字嘞。这是邻居家的阿美，我们共享着这一片花园。有时候我会在花园里雕刻，也会在这照料这些植物们。美好的环境给我的创作也带来了非常多的灵感。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光合作用的三要素。我想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木材之好，同时还原树木光合作用时的工作原理。光合作用中水分很重要哦，
小狗来回跑动，给大树浇水。固定生长的大树面对调皮小狗毫无办法，只能来回摆动。尽管它是来自中国的功夫树，我在装置下方的左侧开了一个小洞，目的是为了让阳光照射进来，投射到下方的这棵小树。阳光非常重要，这棵树正在将无数的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它们的工作就是这样悄悄地进行，我们肉眼无法察觉。我想用装置的形式还原这一现象，展现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场景。他们为我们的自然做出了默默无闻的无数贡献。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作品能够喜欢木头这种材料，并且关注我们的环境。我是余承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